我们在北流的观众席二楼呢安装了16台的摄影机，那我再透过 NDI 的技术呢，让这16个影像呢是同步的状态，那它这边可以绘出成一个环形的摄影，解决一些事件死角的问题。我们使用的是台场节阳光电 PDC， 可以做旋转以及焦距的缩放等等。那我们是做一个中央控制系统，可以同时控制这16台的机器去做追焦、聚焦或是光圈等等的设定。好，我们这次使用节阳光电的 VCA7PMPD 摄影机，它有 PLE 的一线式连接，它可以使用一条网路线就可以带电、带影像、带控制，那这个会十分方便我们在试做，只要透过一条网路线就可以安装。我们将摄影机架设在离舞台30公尺的看台区上面，那我们可以透过摄影机的30倍变焦，然后去清楚的捕捉到舞台上舞者的表演，然后而且它是有 4K 的，那在这个低照度的环境下它的表现也还算不错。那我们透过 NDI 的影像传输技术去整合到我们的系统里面，而且节阳光电也提供我们很多的 support， 那我们让我们顺利完成多次的拍摄。